你呢？Here we go, let's go. 没有没有，我为什么要休三天？我为啥要休三天？我不休。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人山或是风吹，路边那朵蔷薇。关掉了手机，管他谁是谁，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，天亮走到天黑，黄昏中的堡垒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机会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哇，谢谢鱼哥，鱼哥你进来就给我送的花，受宠若惊。哇，大头的宵夜又能叫猪蹄了。欢迎谢哥，欢迎谢哥，欢迎欢迎欢迎大哥们回来，还有谢谢332大哥一直在给我送工位票，对，你也可以十张十张的试一下，你可以十张十张的试，那样子它可以返那个红钻的，很划算。翻过了山坡，又踏过了水，不行走别管东南和西北，前行或是后退，日落下的余晖，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谁错或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机会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感谢如果大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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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送我公会票的所有大哥们，感谢感谢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虚伪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他们是怎么攒到66个刀的？其实就是因为他抽的多嘛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就